Anne 有很多故事。他说：“哦，我很多，就是。可是没时间给你照片，你自己做一个吧。”就讲了这个这个 uncle，你看他的头嘛，这个他有一粒色，一粒在那里，他很多很多年了，30多年了，个人的有没有？我把它们静音，你等我一下啊。好了，等一下。Janet，你开开你的 OK，那好了，OK，说、so, 那个医生跟这个安可讲说，假如这个瘤对你没有什么，没什么的啦，就是你就是这样，你就不要管它了。30多年了嘛，就是没问题，你就放住这样了。所以当他们朋友介绍他39的时候，他就贴一粒39在我们的颈项后里啊，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对不对？可是他很 cute，他又加多一片放在那个浪那个瘤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吗？你看，这个是之前，现在这样，现在就，哎，这个瘤就好像不见掉了，平去的，就很奇妙嘛。因为30多年的一粒瘤在你头上，每天都是这样，为什么用了39会不见掉了？所以这种那个科学的解释呢，Susanna 等一下会多讲多一些啊。我们只是跟你交，这是真正朋友，不是说。随便拿一个照片放在那边，OK，第二个见证呢？这个就是说，很多人问我们，哎，我们贴了39，可以长多一点头发吗？长头发的就是有很多，有听过很多，这个 user 就很好的帮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看他是8月2022年用了39，right，6个月后，所以我每次说。我们要看到 result，要看到成绩呢，一定要有一点时间嘛。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朋友都很急啊，每天都跟你讲没什么，没什么，不可能没什么。我每次说，只是需要你们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这个产品一点时间，因为产品是这样的嘛，我们身体会用时间改善的。你看这个要6个月。假如我是他，我是会很高兴的，因为头发，我们女孩子，尤其是我们女孩子，男孩子也是一样啦。到了一个年龄，每次都说哇，为什么我们掉发？stress 也掉发，营养不好也掉发，对吗？有些说生了孩子也掉发，因为他的荷尔蒙都有上有下，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个照片，我假如我是他，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你看他头发是长了这么多，后面这个 patch 啊，所以这是6个月时间，头发长多了。OK，Thank you. 讲 Next 好了，one，讲好了，OK，这个是我的嫂嫂的姐姐，就是亲戚啦，我的亲戚，她也是用的贴片很好了，可是她的家人不相信，尤其她丈夫全部不相信，她有一天她很高兴，她就传了这些照片给我，我就看了很乱，我就不大。很高兴嘛，他一直跟我讲很多东西，我就说这是什么事情，我就吓到，因为我以为他用了他用了他这个 patch，在他丈夫有了事情，他也是学了怎样用 carnosine，因为我们知道 carnosine 的用处嘛，他就跟我讲，他丈夫他丈夫60多岁了，心脏不是很好很 weak，就是not strong 啊，对啊，所以他跟我讲他的。丈夫的那个血压高啊，跟那个心脏的 reading 不是很好，他就用了 carnosine patch。你看啊，实在的很好，他已经帮我写了华文字啊，所以改善多快呢？3个小时后就看到那个很好的result。所以他说他现在每天他不管他丈夫相信不相信，他都帮他贴，因为他很担心他丈夫他这个心脏的那个 blood pressure 也是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贴片真的是有那个miracle patch 啊！我想每次，因为我们有时不懂怎样解释，可是用了一个贴片，就看到这种很好的见证，所以我就说每个人都说我们用吧，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贴片没有进入我们的那个血，our is trans non transdermal 呀，说希望我们这几个短短我这几个短短的。能给你一些 confidence，假如是你是新的朋友，好吗？So 我看第二个就是慧兰跟 Sock 啊，你们可以讲多长一点的，因为你我们还有一个片段，就是James 录下来的，
这就是哦，这对一对对，个陈春明，对。那我现在可以放一放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啊，它的渐进就很奇妙的，好吧？嗯。哦，看鞋盒，啊对。声音唔听唔到啊！声音听唔到啊？OK，等一，OK，OK，阵啊，等等，好，可以。等我再重新分享先。OK，等一等啊，听唔到啊嘛？等我呀，阵，我再重新播一播，呢度应该个调校有问题，等阵啊，停止分享，再重新嚟过。而家咧，我姓陈，听到吗？对，听懂。我今年是属马的，82岁生日。哇，OK，安迪，你为什么要用会用我们的贴片呢？因为我心脏不好，几年？几年的事情？我不能走10分钟的。哇哦！现在我能跑一天了。哇，一天，OK，你的这个心脏有几年的问题呢？大请，概有5年了，根本不可以走动了吗？不能走太远，也不能爬楼梯那种，不能爬快，哇哦，要一步一步慢慢的。现在呢？现在可以了，你是用什么贴片？多快你见到这个效果？用提前用39的，来之后呢？49的比较少用。几天你看到效果？几天？1、2天我就看到效果了，哇，1、2天啊！2天就效果。说现在你的活动可以做很久吗？现在你跟以前比较？现在我一直走，可以走1个小时哇，1个小时以前做不到的啦！以前做不到。哇，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贴片怎么样呢？你会不会跟人家分享这样？会，我一定会分享。哎，我还听说你的女儿也有一些见证，是吗？你的女儿她是什么事情我呢？的女儿是腰酸腰痛，哇也有10多年了。哦！啊哈！她只用一天而已，一天而就已，见效了，10多年的问题，一天就见效了。一天就见效。她的姑姑不相信是吗？修就不相信了哦。他们不相信。哇哦！他就是来新加坡，来新加坡一天，他给他用一次而已，就知道效果了。然后给哇哦，他贴了1个星期，嗯，1个星期效果更好，更好，到现在很好的。哇，谢谢你，安迪，谢谢你的分享，拜拜。这个安迪很可爱呀、哦。真的很厉害啊！把他不能走路，10分钟走不到，现在可以走1个小时，还有可以没活有动声一音，天。你是还没有 Zoom 到吗？我没没有有声声音音，啊，有听到你。有听到我了哈？他圆了这个，就是这个分享就是说这个那个妈妈了，82岁。81岁啦，我讲翻广东话啦，有文字。咁咧，咁其实佢心脏就唔好啦，自己唔能够行到10分钟，但系咧已经有5年嘅情况啦，同埋嗰个人好冇精神啦，但系只系用咗 X39，咁佢用咗第一二日咧，佢开始已经见到嗰个效果啦，而且咧佢慢慢地咧系可以行楼梯，唔单止咧系可以活动一整日咧都唔觉得好攰，佢可以连续行1个钟头都得喎，咁亦。都咧，佢個女啦，就係原本唔完全唔相信，咁啱佢就去新加坡探媽咪嘅時候咧，咁
婆婆咧就俾佢用個鐵片啦，點知佢就用咗一片之後，十幾年嘅腰骨痛就嗰日就好咗啦。咁之後咧，佢就俾咗個女連續用咗一個星期，咁佢個效果係越嚟越好，越嚟越明顯啦。咁所以婆婆好開心啦，亦都會持續咧去不斷去分享嘅。咁呢個婆婆咧，只係用咗 X39 啫，因為佢其實係好初階段去試用產品，咁所以咧，即係見到如果一個82歲嘅婆婆都有咁好嘅效果，我相信我哋身邊好多朋友都有唔同嘅痛症，我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不斷去分享。咁呢個咧，佢分享見證就阿 James 幫手拍嘅，咁就係阿 Janet 嘅老公，咁啊係新加坡嘅 SPD 嚟嘅。咁啊，好多谢阿 Janet 嘅分享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咧就会有请，就我哋另外咧就系阿春莲同我哋分享啦，好嘛？阿棉兰，阿春翠兰，对对对对，翠兰翠兰。OK， 等我新增佢钉选佢先。OK， 翠兰，他刚刚啊，好啦，嗯，再看到他啦，他有很多故事的。对对对。嗯，好，等我介绍下你。介绍啦，好好好好，阿 Janet 你介绍啊。有啦，啊，慧兰啊，我忘记他参加几个月吧，是很短的时间。他是 James 啊，不是，他是 Lawrence 的 team 的啊 member 介绍的，就让他自己跟你们讲故事吧。这个照片刚刚我们在新的 office 拍的，我跟他讲我需要跟你拍一张照片。OK， 慧兰你 share 啦，你可以开始了。啊，我要怎么样？把我自己的照片弄进去，我不会耶。没关系啊，我已经弄了。你、啊、我们已经看到你。对、okay, ，那你就就你就开始，你跟开始讲、啊、好了。啊、嗯，讲你的故事。听到啊，听到听到。啊，大家好，我是慧兰。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其实我用的时间不长，我是在去年12月7号的时候才尝试用这个贴片。之前是妈妈先用。我想到啊，妈妈比我更需要，所以就给我的妈妈先用。是我妈妈用了2个礼拜这样，她就告诉我说啊，她的眼睛看东西比较亮，比较清楚。所以我就也很有兴趣，因为毕竟健康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东西。所以啊，我就用了这个，12月7号就开始用。到了啊2个星期过后，我也发现到我的眼睛看东西比较亮。因为我的近视不是很深，就很浅而已，200多度，有散光，有近视，有远视，所以我穿线我一般上是穿不到的，我都要叫我儿子帮我穿。之后我发现到，因为我在家里很懒惰，戴眼镜只是要看东西的时候我才戴，所以我很快就察觉到我的眼睛看东西比较亮。之后呢，我就发现到我坐在椅子那边看电视节目的那个距离，我的电视机的那个字我看得到了，之后那个荧幕越看越清楚，我就很开心了。我时常跟我老公讲，我在外面的窗口外面的叶子我也看得到，可是我老公刚开始他也不相信的啦，他就讲不可能的，他不相信。然后我也鼓励我的先生用啦，因为他有脚痛嘛，然后他也黏，他就不是很喜欢，就是我每次一逼他黏，黏了之后，他也是，他有去做那个 CT scan， 他的脚已经骨膜骨了，然后医生说就是没有别的路啦，就是太年轻不建议开刀，只是说要拖他10年后才给他开刀，在这个期间就是医生建议他去做物理治疗。就是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帮助他，所以他就继续粘这个东这个贴片，粘了大概也是2-3个月的时候，他也是发现他的脚好了很多，他也不用那个套那个膝盖的那个东西哦，保护他的膝盖走路的那种东西啦。所以现在他已经不用那个东西，已经很好了，我真的很感恩啦。之后我又发现到我的耳朵，好像听得比较听得到，我的耳朵。早期我的耳朵听不见的时候，我有去看国大的医生，有去scan 做 CT scan， 有去做一些治疗，只是医生说最好的药就是类固醇，我也很担心啦。其实因为用类固醇，我知道我一定会变胖的，
所以我用了这个类固醇之后，我的耳朵没有变好，反而体重一直往上飙，我一个月可以胖到七公斤，到最后我胖到八十多公斤，要九十公斤，我真的很伤心，我连镜子都不想照啊。所以后来我就用那个 old recipe 的那个方法来减肥，可是是减了肥二十公斤减下来了，可是我的身体一直是不好的，就是时常失眠，身体没气没力，然后爬楼梯是瘦了是比较有力爬，可是就是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体力啊，所以很容易累。这样子瘦下来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就是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善我的身体的状况。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年这么年轻，我四十多岁，我就好像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然后经常扭伤。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的右手臂也是扭伤，游泳去，因为为了减肥我就一直去运动，然后就扭伤了，之后就一直不会好，就是去看中医，推推了又推，之后推到不敢推了，已经害怕了，推到我一直哭了，之后就朋友介绍去针灸，针灸了也是一直针，针一次60块，然后吃药一个星期不会好，就是一直这些问题纠缠着我，我很难过，我有甚至祷告跟上帝讲，我这么年轻我就好像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样，走也其实没有那个气力走，我顶多走一下子，我去买菜，我买了菜回来我就休息不出门了，我顶多逛街也是一两个小时我一定回家，我大概十年里面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粘了这个贴片之后啊，我很开心，我慢慢的我发现到我的身体的整个改变啊，就是我的两个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我的耳朵听得见了，耳鸣的声音还有一点，至少我已经完全听得到，讲话很清楚，每一个字，这是我开心到我流眼泪啊，因为我以前我就是带助听器，也就还是耳鸣的声音很大，然后就是24小时一直轰炸我的，我晚上睡觉也是一直。我的声音好像在哭哭那种声音，像耳鸣也很吵啊，对，就是24小时一直这样轰炸我的，所以我很感恩，我没有因为这样子每次很脾气暴躁啊，我还是尽量可以安静下来这样。之后发现到耳朵好了之后，我的在那个阶段里面两个月里面呢，我也发现到我的手臂扭伤的手臂，因为我用艾碎。因为比较难找到那个位置，我就用Ion， 就是 Alternate 这样用，然后用了好了，我又就停。可是后来又发现它还在痛，我又在用，到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痛了。至少我可以晒衣服出去，收衣服回来，连我可以拿重的东西，这是改变的很大。然后我的精神很好，晚上也睡得很好。因为之前就是一直睡不好，好像有睡没睡，好像做梦又好像不是，好像想太多，这样经常就是睡不好的。然后就现在我能够很好的睡眠，然后有很好的精神，很好的耐力，更重要的是我的皮肤也变美了。我不用戴眼镜，我是很开心，而助听器也不用戴，因为 COVID 的时候啊，要戴眼镜在一个耳朵。然后助听器又戴一个耳朵，然后戴 mask 又戴一个耳朵，然后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一拿下来全部掉下来，眼镜也掉下来，助听器也掉下来，有时候会很难过，很反感。所以我这样子可以摆脱这个眼镜跟助听器，真的是我很开心，因为医生已经帮不到我了，医生讲最好的药就是 steroid， 所以我以为我会戴助听器戴到我死得了了，所以我可以摆脱这个，我真的是感动到我流眼泪。所以每次一讲到这个病，我就很想哭。对对，很快。因为我们也为你开心呢，因为不用戴眼镜，不用戴助听器，很厉害呀，在两个月而已了。因为我的耳朵啊，你想早上就要戴到晚上，你长期这样戴哦，有时候天气很热，它就耳朵很烧，热很热。整个耳朵很烧，有时候会很痒，所以你要马上把它扒开来，用手去挖挖一下它，好像给它空气进去这样哦，然后又再放回去。所以这个
这种过程呢，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了，所以我真的开心到不得了。所以我现在讲话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越讲越大声。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个女人讲话越来越大声？跟我在一起的人了解我的耳朵，有些人不认识我，觉得这个女人很粗鲁。所以我至少我找回我的自信。所以这个贴片啊，你知道吗？我用这个来讲，比如你看我看中医，我看医生60块，又整那么多个针，吃一个星期药，不好又继续，一直继续，一直继续。我已经花了很多钱，这个贴片的钱根本都不用跟这些比呀、啊，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身体调好，我就好像自己是自己的医生，我只需要贴贴贴喝水而已，我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我认识了这个贴片，我经常失眠呢。我失眠什么？哎呀，我妈妈需要，我朋友也需要，我的婶婶的脚痛也需要。我经常想到我哪一个朋友，哪一个朋友需要。所以我这个人哦，在家里已经20多年做家庭主妇，我从来没有去外面做过工，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所以这件事情，我就愿意尝试去做这个事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人。在我这边，我手下有一些朋友，他用得很好，我真的很开心。有一个哦，皮肤敏感，他的手要戴手套的，然后他用了一个星期，他说他至少他的手没有变严重，他觉得他也是很开心能够遇到这个东西。然后我的朋友月经来很多，一块块的血块，根本不敢出门，医生也不能，中医也不能，这个就是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治疗得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小心饮食也没有用啦。所以哦，他用了这个贴片，刚开始他一直跟我说没有效没有效，连我就约他来，他是因为相信我跟他讲这个东西好，他就拿去用了，根本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解释这个是什么东西，从哪里开始修复你的身体。然后跟他解释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讲，哎呀有啊，我现在才想到啊，他讲我的月经已经血块，第二个月的时候血块已经很少了，第三个月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也是很开心的使用。所以他的先生也是有湿疹，所以这个皮肤病也是没有的医的，医生没有药的，所以你就只能擦药舒缓他的痒而已咯。所以他现在用了这个贴片的，两夫妻一起用，所以他的先生的那个湿疹也好了很多。所以我看到我身边的人朋友，我父母，我的母亲也用了很好，我妹妹也用了很好，我真的是衷心的希望我家人全家人都用啊。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尝试一试一下。我当初如果不试这个产品的话，眼睛今天还戴着眼镜，耳朵助听器还继续戴，身体还是一样这样，手臂还到现在不会好。所以我讲这个东西可以试一下，真的是我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你的分享就是很真实啊，我们很替你开心哎，感到你那个很感动，也是因为你已经尝试过很多很多的东西，还是没有用，对吗？有一种好像是啊，我这一生可能就是要戴助听器，还是又戴眼镜了。现在他们全都能离开你了，那种开心，是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因为助听器，至少助听器它是一种真的是很困扰我的东西。刚开始我耳朵听不到的前面6年我不要戴，我不愿意接受我是一个残障人，你懂吗？所以有时候人家在后面叫我是听不到的。有一次一个残障人坐轮椅的，他是那种耳朵的自动跑的在路上的，他在旁边，因为在那个bus interchange很吵啊，他以为我不要让他录嘞，他拿他的 EZ-Link 他打我嘞，我那时候我跟你讲，我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不是不要让录，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我后面，我听不到他在那边滴滴滴，我听不到。所以那次我真的很难过。但是现在哦，我真的很开心。显然啊，你的坚信能够帮很多人，带给人家很多希望。你要技术去分享，用你开心感恩的心情去分享，你每分享一次给人家，你就是在祝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因为你自己已经改过来了，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看你现在的皮肤，从前一个很多斑点了，现在有白白哇哇，有白有花，是很漂亮，对吗？所以其实不
不只是你外表的改变，你里面改变是最重要，就是真的健康起来。还有你说话哦，现在你是有很有感言力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分享帮助，我们要用帮助 brand 的心去技术分享 LifeAid 的产品，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贴片一杯水就可以救一个命。是很多人不相信，可是我可以，因为我的经太多感受了，你知道吗？我其实在路上我看到人家皮肤有问题，我都很想跟他讲，我去玻璃圭内做身体检查，我也想去跟那个人讲，那个人打了疫苗他的皮肤被烧伤，我很想跟他分享，可是有一些人他会拒绝了。啊，有一个见证就是我的脂肪肝，我43岁就已经收精了的，然后我的脂肪肝我已经跟踪了9年，就是医生一直叫我去每天都要运动啦，你就是要运动啦，如果你不要吃药你就要运动啦，就是说他一直想要叫我吃药，我说不然你吃一点药咯，我就跟医生讲反正你说一点药可以不要吃吗，我就跟他讲我不要吃药。在今年过年之前我有去做验血，医生讲我的脂肪肝没有了，哎呦我开心到不得了。真的真的，这个就是内部的改变，如果你没有去做检查其实你不会发现，对吗？就是你一直有去做，对对对，我不会发现到，就是你有去做检查，前后的对比就很重要，所以我就经常提醒我们一定要趴脚，一定要把这些记录 记下来。还有你的脂肪肝，如果你的医生有给你前面的数据，你这一次的数据你就做一个比对，那你就可以帮自己做一个improvement list。 很多耶，你今天晚上在讲的很多耶。他那个报告是英文的，我是不会看啦，因为之前每次我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医生就讲哎呀你还有，你要继续，就是你的就是已经超标了一点点，你要继续，你一直要继续，就是运动啦，不可以乱吃东西啦，然后就是要照顾啦。那天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讲你的脂肪肝没有了。哎，你就跟医生说，我告诉你呢，我用这个 LifeAid 了，你要用这个 LifeAid 去帮人了，医生你一直叫我吃药，吃药没用的，我用 LifeAid 好了。你介绍给医生，我想到我开心很开心，忘记跟他讲。你下次去就要跟他说，我们也是有医疗团队，是用病人跟医生讲的。我们香港现在有100个医护在进在 LifeAid 里面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从病人身上他们看到改变。那医生自己来了解，所以这个很就是靠你们了，你们的监禁，他是你的医生，他一直在 follow 你的 case， 看到你没有太大改变，为什么突然之间有改变，什么让你改变，你就跟这个医生分享，因为这个医生将会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是用这个脑袋去想，就是如果你们现在有病的，你们改善了，就跟看你的医生去分享这个产品，让他了解，让他也来参与帮人家。我们这个药，我们这个不是药，只是一个贴片，只是一个频率，就可以改变很多。就也希望医护的能够多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是另外一个体系，就是 alternative， 不是他们哪个，我们是自然疗法的一种，对吗？所以跟他们传统的西医的医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多了解。是是，有机会应该要这样做。对对，还有你把你的报告给 Janet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前后对比了，如果你有那个 report 脂肪肝的那一个可能要找一下。没关系，你找到你就给 Janet 帮你做一个前后对比的。好好，有人问慧兰，谢谢你啊！现在有200多位朋友在听你的。对对对对，那慧兰，你是用什么 patches 啊？有人问你。OK，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用 X39 而已。我什么都没有用，只是39。对。后来现在有没有加其他？后来我去
吉隆坡上课的时候，我见到景龙，我跟他讲我的耳朵这样，他叫我粘那个39在耳朵后面，耳朵前面这里。嗯。然后我有偶尔粘39粘完了，我就换粘卡罗西。嗯，主要是这两个了。啊，对。后来我还有加自己有加，因为最近才加的啦。我就是有用啊阿拉比达，我的皮肤就变好了很多。然后我这个看到很漂亮，真的。因为我有更年期的问题嘛，所以我有用 SP6，嗯，是后来才加的。啊，就是有时候没有精神的时候有用 Energy 咯。嗯，对。现在你因为对贴片已经有信心，其实我们全都开始的时候只有用 X39 就好了。那后来你有信心了，看到改变了，你就会了解个贴片的原理，就慢慢加上去了，对吗？是，因为我觉得我当然也要尝试，然后我自己尝试了才能够帮助别人。对。然后啊，我也今天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也拿 X49 Energy 还有 Canosin 给我妈妈。嗯，所以我希望她有需要的时候，她身边都有这些东西，因为毕竟她跟我在不同的地方住嘛，所以她手上有东西是最重要的。她跟我讲她哪里不舒服，我就叫她怎么样粘哦。嗯，所以我妈妈也是好很多，她的膝盖两个都是开刀的膝盖，所以有一只是开了两次，所以这那个经历是很恐怖的咯。所以他第二只已经也是到期了，不过医生讲他的骨头有一点骨质疏松了，所以不建议开刀。所以我很及时让认识到这个产品，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妈妈用了之后，她现在她的脚比较有力，她走路比我还快。那真的很好哎，技术他一直在用，可能比你更年轻哎。啊，对哦对哦，所以他也很开心，很开心的在用。所以啊，他也会带顾客给我嘞，所以他已经对 member 皮肤敏感的问题也是好了。然后啊，今天他带我去见他另外一个朋友，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也买了一个贴片，买39来试试看。所以我们很感恩啊，老人家也会动一下。对对对，我那这个东西他真的觉得很好，他也想要分享给人。对对对，我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也是一个安体啊，80多岁，他就一直每天就介绍朋友，哎，徐先生，这个我的朋友他有什么什么，你帮他去买了，你就帮他去 order 了，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份喜悦。就是他是打从心底要跟人家说，这个真的好的，对你好的，这样子我们看到也是很鼓励了，对吗？对，因为今天我见到这个安迪哦，原本他要去开刀了的，他的膝盖。嗯，所以我是跟他讲你试试看用这个东西啦，其实我们有年纪的人不要开刀比较好，然后他愿意尝试啦，我就讲我的见证给他听咯，然后他讲他很开心认识我，也谢谢我今天去拜访他，如果今天我不去拜访他，他真的有可能要去开刀，所以他说他尝试这个咯。所以我想有机会给人家分享，给人家去尝试，除非他不要，他拒绝我们就没有办法。嗯，对，是我们是打从心底真心的分享，所以人家接不接受他是有选择，但是我们主要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渐进跟他说，这个很重要，我们只需要走出一步，对，那对方愿不愿意相信是他自己的选择，对吗？我们也是尊重的，但是我就会跟他多说一句，就是你买一包 X39 如果不好用的，你可以有30天的退款，我们公司还有着一个，所以你要先试试看呢。但是我们知道丝包的改变，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所以可能两三个月他才看到效果，就是三个月加起来还是300块美金而已嘞，对吗？也没有多，有没有多少，对吗？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你的分享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是真实的个案，你是有病患一个很长时间10多年的问题，也能够用这个 Live 贴片才2个月能够听到，眼睛看到，皮肤好了，身体好了，气力回来了，这个300块是买不到的，对吗？
对对对，好像我们去医院看医生啊，那时候我的耳朵啊，去到国大看啊，其实医院他照 CT scan 这些都不便宜，几千块，他打在那个单那边你都要给，少了一毛都不可以。可是这个贴片呢，其实不是很贵的东西，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找回健康，为什么不要试呢？我就是这样跟人家讲的，你试看看啦、啊，你试了不好再说咯，对不对？对，对，你讲的好，所以机会，对，就是这样子，yeah. 好。谢谢你慧兰，我要跟你们讲慧兰是怎样开始，怎样认识到这个39，很好笑，因为他的 sponsor Mike 也是在这个，我看到他的名字在这里啊。Mike 是很 cute 的，Mike 是Lawrence 的朋友，他是 Mike 有70多岁吧？77岁。呀、yeah, ，对，是他来了慧兰的家，他是帮他洗他的水机，然后慧兰跟我们讲。哎呦，这个麦这么老了，很可怜的、啊，我就帮他买一包 X39。是，我是这样讲的。对对，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要笑，因为他是为了可怜麦，帮他买了一包39。可是就是因为他心底好，就是他心好，就是他心好了，所以神也派麦去他家里去问水质的胆，为。后来他是问健康回来，对呀、啊、对呀、啊，很划算。所以啊，慧兰是我们的开心果。我是刚刚认识慧兰这几个月，因为我们去了 KL 马来西亚，他跟了我们去嘛。昨天我就看到慧兰，我就问他，我真的很笨笨的问他，我说慧兰，你跟我们讲你不用那个 earpiece right， 你怎么这么有这个信心？为什么你说你听得到了？你是他就跟我讲，你忘了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讲话很大声的，我说对哦，以前你每次讲话很大声，我只是以为是你好像他说很粗鲁啦，很安静这样，他说现在我不用喊了嘛，我说对哦，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慧兰是我们的开心果，连他也他我觉得他用这个产品啊，是自己也是他是我们他是Christian， 他每次跟我讲神真的帮他介绍了这个东西给他，他这个人是很 positive 的所以他跟很多人分享啊，每次没有货一直跟我们借，我骂他了，不要借了，自己订了。我就要很多很多货。我觉得哈、哦，神很爱我们每一个。其实哈、哦，我也是被 calling 来的嘛，来在 live， 一直就是叫我就是要做 live 做 liv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梦也是看到 live， 所以后来就是我知道，如果这个是挑选我们在这边，让我们经历还才去帮助人家。其实David 经常说 ，live 是神赐给他的一个礼物。是神带他去了解赖威怎么样，这个原理也是他是从看那个心经的时候祈祷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意念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奇妙的，好像 Janet 也是基督徒嘛，对吗？哈，我们其实开始我跟你对谈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有病嘛，对吗？就是我去跑去他家里去帮他的老公去贴片，他已经是 final stage of the cancer 了，但是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开启联系，我们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危险的，对吗？如果危险我不愿意开2个小时的车过去去找一个人、yeah. 去买一包片，还是我们不是买哦，我们是送给他、欸 yeah. 开始的时候不是买的，我们是送给他用的，因为我们很想去帮人，就是这一个心把我们连起来，所以我们团队里面的人我看到每一个都很有爱心，这个是我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就是神把我们全都人拉在一起，这个心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果子啊，很多开发很多结果，好像许兰就只有2个月他那面的心、哦、你会很火热的许兰，因为我们会看到你帮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天过来跟你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就是这一种。每天我就跟 Janet 说我每一天在哭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每一天就是好像喊包啊，这个人打给我，哎呀，我妈妈的腰没有痛了，她的膝盖好了，她能走路了，哎呀，我坐轮椅的妈妈她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哎呀，你这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这种这一份激动让我要走下去。我知道 Live 是很会帮助人，所以我一起每一个礼拜来，礼拜三我一定要讲，就是我每个礼拜就是我们就是好像是一个分享，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新的渐进啊。其实我们的 testimony 也太多了，对吗？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去分享，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来。如果你们在做，你们真的有对你那位的贴片对你有好处有改变，请你跟我们说，我们好希望你亲自来到我们节里去分享你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帮助更多的人。对对，谢谢你们呢。Susanna，今天晚上啊，我们有200多位朋友在这里了，所以啊 ，Sox， 你可以给我两分钟吗？你等很久了 ，Sox 有很多故事。没关系 ，Sox， 我们这里、no、problem。如果我们不停了，这些人是不走的。没时间的， yeah. 其实。Okay,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 testimony， 因为啊 ，so far 我在新加坡我是帮忙组织这些啊安排 event， 可是我还没有真正跟人家分享我是为什么这么相信 LifeWave。当然，你们听过 James 的故事吗？就是 James 是我的 husband， 啊，就是因为他，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做这个生意。一年半前是香港一位朋友，你看跟香港我们真的是有缘啊。他打电话问我，他说你们好吗？因为那时候是 COVID， 对吗？那时候还是很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然后我是跟他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就跟他讲啊 ，James 不大舒服。他就问我什么事情，我就说啊有这个问题啦，他有这个很严重的那个，好像你们讲什么很喝水不平衡。啊，对，谢谢你 ，Sox。饮水不平衡。Yeah, 可是他是很严重的，他进了医院，我还以为他有心脏病，因为他那时候发生第一次，他整个人吐了，整个人好像流汗，我真的以为他心脏病，可是又不是。从那天起，他真的整个人变了，因为没有那个精神，他也不敢跟我多讲，因为他觉得不要我担心嘛，对吧？可是严重到这么样。朋友跟我讲是这个产品，我很好笑，我还跟他讲什么嘛？你不要介绍我什么产品，我不相信产品了，这个直销这些行业。可是我自己是做直销的嘛，我做了水机直销十多年，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做直销的了，我自己用是可以。然后他每次都跟我讲，你不要讲生意，我跟你讲，你只是试试看，因为我听到很多故事，他自己也是在用才。他就说你就用吧，因为真的是不要想什么直销什么。我说 OK。 过了几个月，我就跟 James 讲，哎呦 James， 这个产品很便宜啦，我们买啦，他就不会打扰我嘛，对吗？我说这个产品只是$100一包嘛 members。 James 说 OK， 我们就试试看。这样子就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了 LifeWave 这个产品，连我们在新加坡又没有听过这个产品。可是 James 的人是这样，他很喜欢做，他喜欢读啊，做 research， 他就一直啊找资料。当他开始用的时候，他不觉得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大认识，也是要时间，我们都不懂嘛，就用了39。可是过了一阵子呢，他就去读了很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那个 energy enhancer 啦，什么什么的。他是第一个用的，我都没有兴趣。可是那时候呢，我已经有这个 shoulder pain， COVID 的时候蛮严重的，只是说酸痛这样了，可是影响了每天的情绪嘛，因为酸痛嘛，我试了很多东西，最后的就是去推拿，每次去推拿，我很又要哭又要笑，因为啊很开心嘛，轻松了一下，可是很生气，因为推拿很痛，那个 masseur 帮我做了，我就去了很多个月的推拿。我就用了39，我跟你讲，我都不相信啊，我都没有去记得多久，可是很快的，这整个痛啊就不见掉。你知道我 before 退呢，朋友介绍什么我就用什么，他们叫我买那个 yoga 那粒球啊，小小粒的，每天叫我放在我的背后，他说没有人帮你退呢，不用紧啦，你就站在那个墙壁一直这样去啊 roll 的那个 ball， 可是哪里有这么用功啊，我就不。用了一下子的那个球就丢在一边了。去到一个朋友家，他就跟我讲 ：“OK 啊，我介绍你这个 massage gun， 我不如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你们？
等一下，看到啊，这个干啊，100多块啊，我说 OK 啦，我们就买来用。可是呢，我怎样自己弄啊，很难嘛。背后我就很高兴，买了一只还不用紧，我姐姐脚痛，朋友脚痛，买了3只送给他们。这个我还特地去那个 gym 买的，又不是上淘宝买的，淘宝20多块都买得到，我这次100多块。那时候真的没办法，不能是来回的时候什么都用嘛。可是就用了39，这个到今天我没痛了，没痛了，我的背后。然后我打了那个针就很多问题，我的脚每次有那个 numbness， 一起来就 numb， 我就有一点吓到，因为现在不是很老吗？为什么有这种问题啊？用了39，我就认识到 Aaron， 我就 James 跟我讲，哎呀，这样子啦，你拿个 Aaron 放在你的脚啦，晚上我就第一天用了 Aaron， 我跟你讲。我不敢相信，第二天早上真的没有这个 numbness， 没有这个麻木，我就觉得哇，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跟别人讲，哎，我也要做这个生意吧，因为你们做的好像很好嘞，你们好像有赚钱，又为什么这样容易卖？好像很多人一听你们讲试了，说很好就要买，又这么便宜，我说 OK 啦，我也要做了。所以我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很多人以为。为什么啊、我跟 James 不同 title 嘛，我是现在感谢主，我是 executive director， 因为我是很迟才相信这个产品，多了很多个月我才进入这个这个 life wave， 所以我的故事就是这样啦。假如你们没有听过，这是我的故事了。谢谢你，谢谢你。